朋友们 ，AI 写真又变强了，现在只需要一张照片就能捕捉你五官的特征，随便生图，效果非常好。这是字节出的免费开源模型 Polyp， 一共呢有两个版本，最近新出的 Flux 版本效果非常逼真，还能继承 Flux 的写字能力，比如说在这个提示词上去写上一个举着牌子的，写着秋之 NB， 点击生成 ，Nice。那另一个版本是更早的 Lightning 版，好处是可以混合人脸，比如说啊，我最喜欢的用法就是先上传三张自己的照片，然后再添加一个盖尔加朵，再勾上这个混合，混出来了这个效果，哎呀，这才是我。同时呢，你也可以搞一些很抽象的混血，比如说我们把两个仇人的基因混合在一起，世界和平了。 Flux 版的本地包可以在评论区找我领取，但是它模型很大，会有点慢，所以还是建议去 Hugging Face 或者 Replicate 上免费在线体验。好啦，记得点赞收藏关注，下次见了。